哦，对，我有一个准备好的东西，今天一定要展示给大家，就是其实是我设计的一个，新的专属于我自己的一个，就是小 logo。然后我先画出来，然后你们看哈，特别可爱。这个其实是千纸鹤，然后我这个头有点画出来，我来重新补充一下。其实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就是很胖，然后很可爱，对。然后它跟我以前画的千纸鹤也不一样。所以这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专属于，而且它的翅膀很小，所以专属于我的小 logo。然后也属于粉丝的，嗯。